大家好 ，Estelon， 今次就介绍 Tomica 75号，哇，04至05年啊，系啊，系喺好耐之前嘅图鉴睇到呢架嘢，见好 Q， 咁啊，有间，哦，又同92号一齐嘅，4月，我谂嗰时真系。好中意咁樣整啲廣告，哇！哇！即係呢啲玩具全部變曬童年回憶咁滯啊！真係冇擁有過，齋 catalog 見過嘅產品，黐線！即係停咗產幾耐呢啲？即係20年前嘅咯，嗰時先至係新嘢。黐線，呢架係咪真係？點解咁假嘅架車？係迷你版嚟嘅，唔知做乜。係咯，92號咁啊，嗰架就有咗好耐 coser。咁呢架咁嘅 Smart 42 Couple 咩嘢 ？Oh my god！ 真係好可愛，完全係同 Toyota IQ 有得揮。1:50，咁功能都系俾阵啦，都预咗嘅啲咁细格。系咪大架 IQ 少少啫？高开少少，系啦，高过架 IQ。哇，架 IQ 真系都好耐历史下啦嘛。都唔系09年喎，迟过去咯。不过架 IQ 真系细粒啲。佢系1:几嘅，1:60，系咯，佢系50啊。所以有机会真车差唔多嘅，真系用唔同比例咁玩嘢。喺2004年嗰时有啲咁未來 feel 咁，係咯，真係抌嚟2024年都唔覺得 out day 咯，佢呢個設計好癲喎！我嗰時設計咁前衛，真係好正，唔知係咪電動車啦？咁細粒，係咯，睇個樣子有啲似個，個車底又幾簡單下。係咯，正常汽油車又光又成噶嘛。呢系全部一个方法，我唔知系咪因为要整呢啲字，省略咗好多嘢啦。如果系电车，我都唔会太惊讶。不过嗰阵时电池应该都唔会太好。嗯，呢度甩咗啲银色啊嘛。估唔到隔咗20年架嘢啊，贵到要成120蚊。我几 QQ 地，真系好想要翻架。硬啲试下补翻啲颜色咯。成世可爱。咁好啦，咁今次呢架75号的二车仔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